次旅行，你要哪种风景？是天天风和日丽，还是要暴风雨？若重回一次年轻，你怎改变命运？是抹去悲喜痕迹，还是要禁止哎呦，不滚是不是？不滚是不是？哎，喂，不要滚！你听我讲，不要再滚了。二哥，他真的是我朋友啊，你不用帮他说话了啦，你跟我也是过来人好不好？他是我在里面认识的朋友，哎，那更惨呢。李志伟，你老实跟我讲哦，你在里面是不是认识更多道上的？他不是道上的，你不用骗我了，我看得出来他就是了。真跟你很难沟通，听不听懂人话。喂。哦，所以他真的不是哦。嗯、他说有新餐厅的招新人，他以前啊也是做餐厅厨房的。嗯。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干那么凶？这个餐厅的厨房是很辛苦的，你吃得了这个苦吗？哎呀，拜托，这间可以吃得了苦，志伟一定可以啊！不是啊，妈，你怎么讲这样啊？怎么样？我也是从基层开始做的啊！哎，你忘记了、啊？这间店里最脏、最臭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在做，你忘记了吗？对，一边抱怨一边做。不是我，哎呦，还一边嚷嚷的说不做了，还说这种日子不是人过的，难道你都忘了吗？我没忘，就是因为没忘，才觉得撑到今天很厉害啊，不是吗？不能吃苦的，就不是男人哦。嗯，志伟啊，那时候二哥在当学徒的时候还是小伙子，以你现在年纪来看啊，有可能直升你，将你的师傅年纪都明小，你真的有办法吗？可以吗？我记得哈，当年我在部队的时候哈，无论年纪大小，军阶低的谁都可以指挥你。不过呢，现在不一样了。哎呦，李老先生，我拜托你好不好，不要每次都把那个几百年前的那个事情拿出来讲。你部队的事情跟你儿子工作有什么关系啊？那差很远呢。我现在啊，不管做什么，起步都已经太晚了，所以忍耐更多也是必然，没什么好抱怨的。嗯，对，这就是男子汉的决心。嗯，你放心，有二哥在，我在这一行混那么久了，有的就是朋友，对不对？看你到时候在哪间餐厅做事啊，再跟我讲，我再想办法找朋友罩你，怎么样？哇，讲得很像很有办法哦。这混得还不错，好不好？你们不知道而已。哦好，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哎，等一下，等一下，志坚。嗯？怎么这个时间你在家里啊？对啊。哦，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我要结婚了。啊？我要结婚了。你。什么？你肚子饿了？你要吃饭了？好，好，好，不是，我去给你弄些东西。我们肚子饿，爸，喂，哎，爸，你说你要结婚？结婚？你是在开玩笑吗？你开玩笑。好，拜拜。
二舅舅要去提亲了。真的吗？嗯。哥，自己要提亲了。听到了啦。姐，二舅舅要提亲了。真的？嗯。妈，二舅舅真的要提亲啊？对呀、啊。在讲什么啊？外面都听到了。二舅舅要提亲了。真的？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哎，比较早下班嘛。对了，孩子喜欢吃的煎包，还有你要的豆浆。可是我刚吃饱，而且我现在又在减肥。减什么肥啊？我又不在意。嗯。男人都是这样子的，嘴巴上不说，可是都偷看那些苗条的女生。我还听得到你讲话。哇，好好吃哦！你要吃吗？来，一人一个。咦，我帮你拿。老公，你洗好澡了吗？洗好了，怎么？我出了一部录影带耶，叫做《玫瑰战争》，那个麦克什么？麦克道格拉斯。啊，对。嗯。你看过了？怎么可能？忙都忙死了，哪有时间看电影啊？我有点累了，我休息吧。可是我们很久没有一起看录影带嘞。是吗？展爱出生之后，我们就很少一起看。哦。走啊，看片吧。那我先上。我跟你说，录影带店的老板说啊。看了这部片之后的男人啊，都不敢外遇喽。哼，这你也信？开始。志杰下个礼拜要去徐慧家提亲，妈想要请你带我们全家人过去。哦。那你要记得排休哦。等班表出来嘛，如果到时候撞齐的话，我再跟别人换班。哎，你的西装还穿不穿得下？我又没有变胖。不行，我一定要先把它拿出来烫烫。哦，对了，你要提醒妈要来我们家帮宝贝们做菜。好啦，是看片吗？哇！喂，你看那个小三，穿着高跟鞋在男人的面前摇来晃去的，还抛媚眼呢。哇，哪一个老婆赢得过？好，你放松一点哈。爸啊，那个车都准备好，在楼下等。哦，好，马上下去了啊。那车都好，我们就出发了。哎，志杰啊，你去看看里面的三个女人好了没有啊？说提亲就提亲，没有钱怎么结婚呢？哎呦，妈，哎，你好了没？差不多了，车都停好了。哦，等一下，等一下。突然说要提亲，是不是因为要当爸爸了？啊！什么爸爸没有啦？哎，真的是这样吗？我怎么都没有听淑慧跟我讲过啊？你要自己乱想象啊，没有小孩这回事啊。可是你突然说要去提亲，这真的很不像你的作风。对啊，你是被逼的吧？谁逼你？哎妈啊！他们都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也该给人家一个交代啊。我没车没钱没房，是要交代什么啊？好好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啊，你就是因为淑慧想结婚，就会逼着去提亲啊？别这么说了。啊？可是如果我们到了那边，人家说，哎，我们结婚的日子要选什么时候，那怎么办？我是想说，先订婚再说了，走一步算一步啊，顺其自然了，我们都这样。这倒很像是你会做的事情。二姐，我是在解决事情。我虽然没有结婚的能力，但我至少可以给对方一个保证书啊，不是吗？保证。订婚又不去婚姻秀，你保证什么啊你？哎呀，我还是会朝着结婚目标去努力啊，你放心啊。哎，等一下，如果他的爸爸妈妈问我说什么时候结婚，我要怎么回答？对啊，而且通常这种时候不是就会想要去请媒婆来合八字吗？对啊。喂，
所以你就是要我们大家大阵仗的陪你公子演一出戏？不是啊，二姐，你也不能这么说啊！我也是想跟淑慧结婚啊。两性大。哎，乱七八糟！我们穿这么漂亮去骗别人哦？对呀、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样子吗？太好啊！里面的闪亮饺子，你不要啊！你等等。对呀、啊，你是不是男人啊你？这么漂亮，你叫我们怎么办？丢脸呢！是很尴尬啊，其实不会太可怜了。还要发脾气？还有新鞋子呢。哎，你们真的没义气耶！怎么可以丢下我一个人被围剿啊？哎，又不是我结婚，我还不想这么早听到怎么做个好老公的大道理。子慈啊，哎，姐夫，我平常也很挺你啊，都没帮我挡一下。这些话呢，在我跟你大姐结婚之前，我就听过啦。换你听了吗？老爸，那你呢？你一句话就可以救我嘞，可是你却选择跟他们一起逃走。你骂那些话呀，我每天都在听。这样讲的我压力很大哎。哎，听姐夫一句话，这个压力啊，绝对不是你这辈子碰过最大的。必要的时候啊，沉默是金，任何状况都是赢啊。谁来突眼，兵来将挡，我们李家的男人呢、啊，什么都不怕。哎，要出马了，我去上个厕所啊！吃饭，小心。好好好。哎呀，上厕所。哎，好了，爸，怎么了？爸，还好吗？好。哎呀，蒋柳道老师，牛都蒋柳道，牛都蒋了，你小心点，来，我们慢慢走上去。哎，哪里来？喝点水。好好好。嗯，你一个人顾家可以吗？可以啊，你快去啊，不要误了良辰吉时了啊！还是我去叫老叔来，如果要帮忙，叫他来帮忙啊！哎呀，不用麻烦别人了啊！啊，这个药……哎，好，我知道药在里面啊，都还有，快点去，你快点去啊！这个让亲家等啊，是很失礼的。你放心，你的儿子又高又帅，你把自己照顾好才是，不要让我担心呢。好了，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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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了哈。去了。啊，传讯可以哈。哎呦，可以了，又不是你结婚。好了好了，你自己注意哈。走了，哎呦，哎呀，嗯，好，大哥，那待会我们到了，我再打电话给你哦。好，嗯，先这样，挂了哦，嗯。哎，姐夫，大哥他在火车站等我们，待会先去接他。好，知道了。你很开心呢，我们难得全家人可以一起出来嘛。对呀。哎，姐夫，你当时到底是哪来的勇气跟我大姐结婚的、啊？哎，你话给我说清楚哦。我以前可是很有行情的，很多人追的好不好？不是啊，我是问姐夫当初跟大姐结婚的时候，你都没有一点犹豫吗？哎，我也想知道哎。当初啊，我结婚前还一度想逃婚呢。我朋友说我这叫婚前恐惧症。婚前恐惧症，嗯，你有听过吗？嗯，难道只有我一个人一心一意想要结婚？还有我，当初我也是真心想要成家的。哇，都老夫老妻了，还那么肉麻哦？假的啦，身为男人，我判断这句话是应酬话，对不对，姐夫？喂，李志坚，你不要乱讲话好不好？一点都不正经。你姐夫不是这样的人啊，以为是玩游戏哦。嗯，结婚是结婚呢。对啊，将来有小孩怎么办？啊，哥，小心！现在。还要等警方厘清车祸的责任归属呢。你看，我们的车祸还上了晚报呢。我要看看。姐。姐夫。哎。姐夫状况怎么样？断了两根肋骨，不过已经固定好了，现在要好好休养。
你们两个呢？我没事，小擦伤而已。哎，子萱，那你肚子还好吧？哦，没事，也是小擦伤，这个小家伙好得很。妈呢？哦，你不用担心，她也没事，小伤包扎一下就好了。之前先送她回台北了，她不放心把一个人在家。没事。之前啊，他那边跟他讲一下，不好意思，搞着他的提亲。淑慧那边啊，也跟他抱歉一下。谁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啊。嗯。姐夫，你就好好休息吧。对呀、啊。哎，往正面去想哦，你们小两口平常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孩子，趁这个机会过一下两人世界，好像也不错。好啦，我老公他很紧张，我要先回去喽。有事情我们再电话联络。好，路上小心啊。姐夫保重啊。秀乐姐回去也小心一点。好。你想喝水？阿华。哎，怎么会来啊？我刚刚看到晚报才知道你出车祸，我一家一家医院打电话问才知道你被送来这里，我真的很担心你。请问你是？哦，是我公司的同事啊。姐，他。德华的同事来探病，没事的。不是啊，姐，你确定不用我们在场吗？志伟，送了姐回去。哎，婚姻的事情哦，还是交给大姐他们自己处理。不是啊，那女的明明就是来跟姐姐摊牌的。你没看出来吗？不行，我担心哦，那个傻丫头会被欺负。别去。为什么？刚才是大姐亲自支开我们的耶。对啊，我搞不懂那家伙脑袋到底在想什么啊。他是不想姐夫在我们面前没有面子。那女的都登堂入室了，还顾什么姐夫的面子？刚才大姐要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也觉得他傻得令人心疼啊，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从结婚到现在，大姐是一直护着姐夫的。这个大笨蛋！啊，谢谢啊，谢谢你来看我，也帮我谢谢公司的同事他们的好意。我没事了，不过要请假一阵子了啊，谢谢。公司的事情就交给我，你就好好把伤养好就好了。德华，既然同事都已经来探病了，你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公司的事情还很多，马上就走了。我爸的朋友在台北龙总，要不要安排你过去？不用那么大费周章了，我在这边静养一阵子就可以了，谢谢啊。可是看你这样，我真的很心疼。谢谢啊。这位小姐，我老公说他需要休养，请你把时间还给我们，请回吧。你肚子会不会饿？要不要吃点什么？我打电话请同事带过来给你。小姐。你对别人的老公的关系好像有一点过头了。没事啊，谢谢你了。我不饿，不过有点累，我想要休息一下。回去帮我谢谢那些同事们。那，请回吧。哦，那个不是我的衣服了，
那是之前住在宿舍跟同事借的，那时候没衣服换。原来是这样子啊，你同事一定在谈恋爱哦。喂，听得到吗？喂喂，我换个衣服去阿宝家。你怎么才刚回来又要出去了？啊，对了，老公，这个礼拜你可不可以找一个时机出来，帮我准备一下要开张之前要用的东西啊？妈，爸怎么还没回来？没关系，那我们自己先动手。你最近好像很忙哦，每次都好几天才回家一天。喂，没有声音耶。我看看。喂，我是调班表。好，好，拜拜。我开了一整天的车了，我只想安静一下。但是我每次回到家，你就啰里吧嗦的跟我唠叨一大堆，能不能让我稍微清静一下下？你好不容易回到家里面了，我不跟你说家里面的事情，难道我要跟你说别的事情吗？你看，我才刚讲完，你又要跟我吵了。你自己想想看，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我了？我到底胖了一点或瘦一点？我有绑头发没有绑头发？或者是我今天哪里不一样了？你有关心过吗？这个狐狸精，给我起来！老公，你要不要脸啊？啊，抢别人老公，你还敢约我出来谈判啊？有话好好讲，有话好好讲吗？讲，有话好好说啊！你抢我老公的时候，你有跟我好好说吗？像你这种人，就应该下地我是不会放弃的。凭什么？凭爱情。我想你搞错了吧？你这不是爱情，是奸情。随便你怎么说。朱小姐，你现在还年轻貌美，你不需要靠抢别人的老公，你一样可以得到你要的幸福。但我就只爱乔哥一个人啊，怎么办？但他已经是我的老公了，难道你不能去找别人吗？不行。怎么做你才肯放手？怎么做你才肯放手？不希望三个小孩没有爸爸。你放心，他们不会没有爸爸，我会爱屋及乌，帮忙照顾曹哥那三个孩子。你做梦！他们是我生的，是我的小孩。你好，请问要点些什么？随便，热茶。好的，谢谢。老实说，我除了还没帮曹哥生小孩之外，我比你年轻，还擅长投资理财，所以经济独立，不用依靠男人，不会成为负担，你懂吗？婚姻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我们十几年的感情不是用钱就可以取代的。你看
是朝哥每次只要一回去，我就会在手上割一道，这是我爱他的证据。你疯了！随便你怎么说，但我做得到，你敢？哦，你上够歹找，啊，打电话你也唔接呢？电话无电啦。哦，我跟你讲，我伫厝诶叫要互阮某烦死，规工吱吱叫，吱吱叫啦。啊，要定时，要定时，家己袂晓去谈上。啊，对啊，我跟你讲，啊，叫迄小秋，小秋找一个某偌水，你知影？吼，够熬趁钱啦，才结婚几年啊？买车搁买厝呢，逐年拢出国去佚佗啊。我跟你讲，我较早规工想着要爸正妹啦，要娶某，我娶这种唔才对，出得了厅堂啊。啊！进得了厨房，见不到厉害呀。你也是这样想的吗？成熟的男人都会这样想的。啊，不过等到这样想的时候，都没糊啊。哎，那等起来叫钟啊。啊，那来你们来这泡茶啊，来给给。孩子们还好吗？孩子们除了想爸爸，其他都好。这嘛是什么情形？差不多要走了，保重。我求求你不要走。对不起。如果你去的话，就死给你看。要死？每个人都用死来逼我，干脆我先死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因为老李，我去上班了啊！老李，我去上班了啊！老李。怎么了？你爸爸没有感觉，怎么了？快一点！老李，爸，我叫救护车，来不及了，我先背去医院了。快！哎呦，什么事啊？哎，又把我吓死了！我这都没有声音啊，你啊！我做了个梦啊。你做梦哦？没事就好了，吓死我们了。有点热哎，爸，你要不要进房间躺一下？休息一下了，去医院检查，走。哎呀，我身体好好的，到医院去干什么？我肚子有点饿。肚子饿哦？我都快来不及了呢，那冰箱有那个地瓜稀饭，我去，我去。哎妈，稀饭我来热就好了，你们赶快出门吧。可以哦。那妈，我就顺便载你过去。啊。你们赶快去上班吧。你不要吓我啦，那个胆子都给你吓破了。好了，赶快去上班了，去。可以吗？可以啊，去。注意安全啊！你好好休息了。好了。我出门了，我们先走啊，走，来不及了。紫薇啊，你呀也赶快去上班吧。哎呦，那爸，我去帮你买碗大卤面回来好了，比较快。好，赶快去啊，赶快去啊。
爸，大卤面我买回来了，还切了一些卤菜，趁热吃吧。爸，爸，不要睡了，起来吃饭了。爸，爸，爸，你别吓我，爸，救护车。爸爸很疼我们，走得匆忙，没留机会让我们好好照顾他。嗯。喂。哎呀。哎呀。哎呀。哎，来。哎哎，老李。啊？那个已经放两只盐巴嘞。哎呀，没有放了。那一年，爸走了，我的婚姻岌岌可危，心被掏空了，灵魂也空了，爱也空了。你又在想爸了？没有啦。只是习惯旁边有个人陪了。哎，预产期什么时候？下个月啊。啊，你的肚子现在那么大，出去外面要小心，万一发生什么危险，你怎么跟你婆婆交代？哎呦妈！你自己以前怀孕的时候。台风天来了，还不是我们拿着什么麻布袋，还有破轮胎，爬上我们舅家屋顶去压瓦片。我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你爸爸心脏病发作啊，啊，你们都那么小，啊，我肚子又那么大，啊，台风一来，那个屋顶如果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生病的生病，没有人去弄怎么办？我就硬着头皮上去啊，哎，那个也是很重的。妈，爸现在走了，马上要去当兵，你一个人还习惯吗？哎呀，讲这个干什么？没有办法。妈，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爸没有花一万块？把你从山地买来台北，说不定你可能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结婚，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其实嫁给你爸爸也很好啊，他很疼我，真的很好。我就算是跟人家走了。我也不见得会很幸福。我离婚了，你手续都办好了吗？昨天
已经去户政事务所办好了。谢谢你今天特地来送我爸最后一程。应该的，岳父对我一直都很好，应该的。你要不要上去吃个饭再走？刚结束，我现在回去了。真的刚结束，马上回去了。好，我知道了。好，拜拜。我，你要回去了吗？你还记得吗？你曾答应过我爸，说你会给我幸福，说你会照顾我。但我爸现在走了，你就要欺负我。反正我现在也没有靠山了，婚姻不是玩游戏。不是你今天说你想要就要，明天就不要了。你欺负我可以，但是我们的孩子呢？我没有说过要放弃你的孩子。那你先就跟那女的断绝关系，回来当孩子的好爸爸，好不好？我永远都是孩子的父亲了。那你还是我的好老公，对不对？你婆婆怎么说？婆婆说，她永远都是我的婆婆。
才只有我这么一个媳妇儿，也只认我这个媳妇儿。你要记得哦，他永远都是你的婆婆，因为他是你小孩永远的奶奶。我还是不甘心啊，凭什么那女的刷痕你就要把自己的老公双手送给她、啊、如果耍赖就可以得到她想要的东西，那这世界还有天理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人走了心也走了，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亏我以前还那么喜欢姐夫，说变就变，不能接受。哎呦，什么能不能接受，生活就是这样子啦，没有什么好说的。啊，小孩子现在怎么办？这张身份证后面空白的配偶栏刚好证明了我这阶段不及格的婚姻直接被开除了，连留下查看的机会都没有。不要这样说，你是个好女人啊。你真的是个很坏的男人，到这种时候还是这么温柔，让我没办法对你生气。我对不起啊，我他会疼我们的孩子吗？别担心了，如果他不爱他们，我一定会立刻把他们接回来。我该走了。我嫁进仇家的时候，除了满满的爱，其他一无所有。离婚的时候，除了满满的伤，我还是一无所有。骨肉分离，就像是割去心头上的一块肉，滴着血，好痛，好痛。跟妹妹以后都要住在爸爸那里了吗？你们两个人以后要乖乖的哦，展爱，你不可以挑食。就会啊，时间到了就要睡觉，不要一直打电动。嗯。耶、yeah, ！我最喜欢爸比了。我们一家人不能在一起，有什么好高兴？姐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我要陪妈妈。妈咪，以后我们可以回来看你们吗？你们当然随时都可以回来看我们啊，我也会找时间去看你们的。嗯。小培，你帮弟弟妹妹把东西收好，记得把他们的课本放在背包里。
姐姐，听说我们去爸比那边会有一个新妈妈哎。什么新妈妈？我们就这一个妈妈。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们！你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我要是大姐夫，我会庆幸我自己离开你了。我就算不是你妈，我也是你的长辈。我要让你知道你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让时间带走我的倔强和伤悲，留下一点幸福滋味。任岁月匆匆流去，头也不回。错过的不必再去追。学会。